香港浸会大学基金的使命在于汇聚各方力量，为浸大的发展筹募资金，推动大学持续向前，协助大学实现崇高的教育理想。浸会大学基金有一个比较完善的组织架构，我们有企业家委员会，我们也有校友委员会，这些委员会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，和我们需要联系的人呢经常维持着一个很强的联系。我们有经常请他们来校园参观，和我们学生呢接触，希望他们可以给我们感动到他们。基金自成立以来，促成多项崭新的项目，例如多个讲座教授席以及前沿研究项目。另外又推动校园国际化，将世界各地最新学术、文化或业界资讯带进校园。基金已定下目标，每年至少筹措港币1亿元，推动浸大各领域的发展。香港高等教育是发展得很快的，除了最基本的教学和科研，我们有很多东西想做的，国际化是其中之一样。如果要再进一步提升教研，必须要有更多的资助。譬如我们是有一些工程想做，其实个银码是相当大的，大学要有不断的捐献，咁先至可以支持到我哋要想做嘅项目，就系个宿舍、中医嘅教学医院。基金将继续扩阔社会网络，争取各界支持，配合浸大走向国际化嘅目标，为浸大提供最优质嘅教学及环境，成就世界级嘅研究。